但是最近太多人问你为什么听得懂我讲话，你真的听得懂我讲话吗？喵，不喵，那你汪一声。最近给大园子买了一个床，小衣柜。本来以为他不会睡，没想到小家伙还挺喜欢的。我把圈圈取下来再睡好不好？爱干净的小朋友睡觉之前先要洗洗脸，再洗洗手。大爷子终于有自己的小床了，对不对？准备睡觉觉了，盖好被子，晚安。你在这干嘛呢你？嗯，这是丑橘啊，你要懂。这个是不是比一般橘子甜呢？虽然你长得挺漂亮，但你得知道它叫丑橘，知不知道？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太厉害了，这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，这太厉害了。这是老鼠抓猫的。我寻思替你尝尝，看看好不好吃。耶，这面条真不好吃。哎呀，这个好吃啊！
你别笑。